来自台北市的选手，我要特别宣布，台北市政府要加码，我们要在既有的273万奖金的基础上，再加码300万的奥运金牌连霸专项奖金。另外，幕后辛苦的教练也会有加码的奖励。另外，我也要宣布，我们要在台北市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。目前，我们评估最适合的场地是北市科西基地的学校用地。借着这个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，也很希望邀请林洋和我们一起规划和推广。